据国防部网站消息，12月26日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答记者问。想问一下，就是香港的冲突，就是经历多个月还没有平息。国防部曾经说过，就是解放军驻港部队随时会听党中央指挥。对于那对什么时候到什么局面，可能中央才会介入呢？另外，中方如果出动解放军军事介入香港的局势，会不会担心美方可能终止香港的近期那个特殊地位？我们高度关注香港局势发展，香港持续发生的激进暴力犯罪行为，严重践踏法治和社会秩序，严重破坏香港繁荣稳定，严重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我们坚决反对。当前香港正面临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中央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希望香港能够尽早止暴制乱，恢复秩序，重回正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将继续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驻军法规定履职尽责，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